Yeah, it is. Nice view. See ya.太冷了，这水不能喝，对，太冷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好冷。妈的，这是个瀑布，这走不下去了，这么深。他妈的，完蛋了，没路了。
这个坡怎么走法呀？奶奶的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希望这是最后一个瀑布。我是从那个山顶上这么爬下来的。哇天哪。应该还可以了，还有一点点。走到那个平地就到河谷了。哎呀，真是。行了，还有这一点点路，估计半个小时可以到平地。终于走出了瀑布群，哎呀，沿着那个瀑布顶上这么悬崖攀爬下来的，打算沿着溪流一直走下去，走着走着溪流旁边出现了一条羊肠小道，就是徒步用的那个道啊，我总算走上了正道。哎，这个道在我看来就是 Highway 1。哎呀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哎，打点水。哎呀，水也没了。走在大路上，有这个箭头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哎呀，快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。哎呀，今天早上我是8点出发的，7:40，我估计今天回去啊，要7:30了，溜溜的12个小时。哎呀，总算见到我的车了！哎呀，这比见到亲爹还亲呢！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小文呢？